大家好，我是复健科保健咨询师。那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台湾荣誉恒远新进的一个仪器，叫做重复性筋膜十次机，就是我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机器。那这个机器的原理呢，它是用磁波的原理去改变我们大脑的电生理，它主要是经过电流，我们产生磁波，然后磁波再作用大脑，这个磁波再改变大脑的活性。所以它可以作用在很多脑上面的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中风、帕金森氏症，或者是甚至一些忧郁症的一些疾病都可以使用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磁波它操作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仪器它是可以做一个检测的一个画面。那我们先来打。量测的时候会直接作用在脑部，那比如说像这样子，那个病人就会感受到，有就是头皮会麻麻的感觉，就是磁波直接作用在脑部。那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模式，那我们可以作用在中风跟忧郁症的病人上面。